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ophia。 有时候看到自己手边拥有那么多文具，丢到东一块的西一块的，你是不是就会产生一种想要动手去整理他们的念头呢？可是在整理的过程中，你会碰到一个难题，就是说，咦，这卷纸胶带我好像会用到，咦，这张贴纸我好像应该会用到，咦，这个东西我到底是不是真的会用到，然后到最后呢，就什么都保留下来，什么都满满的继续塞在那个文具收纳的地方。今天呢，我就整理出三个我在进行文具断舍离的时候使用的原则，或者是可以说是标准，就是我会按照这三条规则来决定我要不要保留那一项文具，或者是要把它捐出去。第一个准则就是超过一定时间没有使用的文具，这个时间可以是由你自己决定，可以是半年，也可以是一年。只要你拿出那个文具，或者是纸胶带，或者是贴纸，然后你发现，哎，这个我真的好久好久没有用过它了，你就可以考虑把它捐给别人，或者是把它淘汰掉了。那是因为，好，你现在回想一下哦，你平时使用的那一些文具啊、纸胶带啊、贴纸啊、笔类啊，你闭上眼睛想象他们的样子，你会不会发现第一个浮现在你脑海里面的肯定都是你最常用、你天天在用的文具？那么那些被你放到角落生灰尘的那些文具呢？这些文具你这么久都没有用到了，可能你甚至想不起来它存在在你的箱子里面，或存在在你家里某个角落。那么呢，我们看到的时候，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啊，我一定会拿出来用，我以后一定会用到的。可是我跟你说，你半年或者是一年这段时间你都没有用过了，你是不会再用它的。它可能不对你的口味，就是它不是你喜欢的那种款式，或者是它能搭配的能力实在是太弱了。这就带到了我们的第二点，也就是如果这些文具它的可搭配性是比较弱的，这时候也许是考虑把它淘汰掉了。因为我在整理的过程中，我发现到其实图像或者是插画类的纸胶带，它通常在搭配上有一定的限制，就是它需要配合某一种主题来一起使用。好，就比方我之前有一个人像，就是很美的水彩人像的一个纸胶带，可是我用到它的次数实在是太少太少，因为我的观念里面就是说，它如果要出场，它一定要搭配一个小清新的主题啊，因为它是水彩人像嘛，它的颜色就很小清新，所以它一定要搭配一个小清新的主题啊。就好像我平时日常用的话，我根本不会想到要用它，因为它要用的话，它实在是太麻烦了，因为它要剪出那个轮廓，然后我才可以贴下去。那其实这一点也是很看个人的使用情况。如果你是那种很愿意花时间来做拼贴的人，你很喜欢搭配不同的纸胶带、不同的贴纸，然后设计一个美美的主题的话，你就可以保留一些你最喜欢的那些图像类啊、插画类的纸胶带或者是贴纸这样子的东西，就是你选你最喜欢的那几款、最喜欢的主题，然后保留下来，那些不常用的你就可以推出去。那如果你是和我一样懒的人的话呢，你就可以保留一些比较实用的图文，就比如说格纹、波点或者是手写体也很 OK。 第三个准则，无法带给你喜悦的感觉。那听过极简或者是断舍离的人，多少都会知道近藤麻里会提出的 KonMari Method， 也就是一个以 Spark Joy 带来喜悦感为核心的整理系统。在整理的过程中，如果你有遇到让你犹豫不决的情况，这时候你可以倾听自己的内心。你的内心呢，其实会给你答案的，就是如果那一件文具、那一件物品，它是没有办法带给你开心或者是满足，或者是当你见到它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喜欢的情绪的话，这时候你就可以考虑把它送给别人，或许它会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宝贝呢。你最近有想要整理文具吗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整理进度或者是整理情况。当然如果你有遇到什么疑难杂症，也可以来跟我讨论一下要怎么解决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哦。
拜。